这个底妆阑尾，兄弟们真的是无可挑剔，完全没什么可挑的了。一个木讷，一个莫西沙，真正翡翠界的硬通货，不接受任何反驳。兄弟们，又下雨了，每次来陈哥这里啊，都要下雨。红包，这是我见过最大的红包。哎呦，出师不利啊！哎呦，没事，问题不大。陈哥。哎呀！家里有客人是吧？啊，对，赶紧去啊！啊，那上次那个料子啊，切张了啊！哦，你看一下。哦，怎么高个那么多嘛？哎呦，陈哥，意思是？啊，料子啊，张力有点大哟。敢张啊！啊，我当天晚上切出来，当天晚上就有同行来看，隔了中路的价格。哦。你有眼光吗？他以往你这个红包还赚个那么多吗？没有，这个真的也算是一个缘分了。我给你看一下嘛，什么？哦，我准备去了，我晓得这种啊。真的是一个缘分啊！妹妹，太漂亮了嘛！我的天啊！啊真的，我切出来啊，我自己都被吓一跳啊！真的，那今天过来，陈哥，我的意思嘛，再看看一下啊，那块料子啊。没有啊，块料子是确实是搞不好一点点。如果搞得好嘛，你也哈哈诚心也。那可以讲吗？啊，这个吧。说明什么，陈哥？说明我两个合财。哎，咱俩合财。那这种嘛，我再看一眼料子，啊，我再看一眼。哎，可以。我不怕，你放心啊。哎，一边不能拍，我们只能是。OK， 你放心。好，兄弟们，我再看一眼料子。哦，你们两个拍视频就不进去了，好吧，陈哥，你们俩在这等我吧。Later， 有话讲，真的，有话讲。主要就是这个价格问题，是嘛？我也不跟你多说了，啊，你也不要再跟我拉拉扯扯了，爽快点个，130。哎，130是不好，130是不好，兄弟，你也诚意，你也是经常来，么？你那个业绩涨了也减了，反正我觉得都是老货，如果说。你一诚心就一口价140，你等我说你考虑合了吗？就放了呢。140啊，对。陈哥，你看真的，我每次来你一定都要下一场大雨，真的是火彩啊！我来说。这就是风调雨顺。哎，风调雨顺。啊，确实是这个，每天都要兜着这个。没这种嘛，陈哥，你不要说140，让10000块钱，139。139。哥，好，成交139就139啊！现在亏破了吗？现在呀。啊，现在亏破了吗？现在可以，成交了就。等我啊，等我，你等我哈，陈哥。好，兄弟们，这里面全是好货啊！这件咱们也谈，好吧，陈哥。咱们也谈，没事，我先放了，我先看这个。你放心。来，兄弟们。总算是拿下啊！这个料子啊，量大，非常非常的压手，非常非常的重。我一个人抱了，其实有点费腰了。说实在的，真的，啊，哎呦，大面积开窗的木讷天空来，兄弟们，哇，绝了！怎么样？太漂亮了，太舒服了，是吧？不愧是磨了几天的料子，你看这边完全都是这一包，这一些。还拖着啥呢？这料子量大，知道吧？量大，是吧？这个价格哇，真的也感谢陈哥，真的感谢陈哥啊！整一个这一面哇，其实手镯我已经看得到了，这边这个底妆阑尾，兄弟们真的是无可挑剔，完全没什么可挑的了啊！木讷料子底子真的非常非常的纯净，有点偏绿的那种感觉，那种蓝，懂我意思吗？这它的一个背面啊，也是完全都是。这个皮壳我已经起包浆的一个质感，下面这些压灯的一个表现，这料子谈了加这一次的话3次了啊，总算谈成，是吧？也感谢我们的陈哥，感谢陈哥，答应你们要大涨，
谢谢。打针我就有红包。哎，其实说实话，那个料子你买过，你个后悔？哎，不后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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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看不着一面的。嗯。啊，大爷，你提成是你的缘分。是。啊。谢谢。看，其实真正你要老一辈做翡翠的人啊，真的就是我们讲好衣服三家，就他卖给你一个料子，他也希望你能够切得好，你能够切得长。你能够赚到钱，其实我也有遗传这种想法。其实我的每我卖的每一个料子，我也希望我的客户能切得好。哎，对对，是吧？对，切得好，那生意大家能够做得更长久。哎，对。但是就说是，毕竟是个拿过也砍不头的东西，啊，嗯，有可能切开里面什么都不有，这个也说不准，啊，陈哥，嗯，料子我记录哈，啊，哎，本来是。我还不想买呢，还不想出呢，但今天我有点高兴啊！你要不然就直接你一会去收掉算了。收掉吧，我们收不收嘛，陈哥也要看各方面啊。我先看巧，是吧？合适我肯定直接拿，是吧？哎，对。来，兄弟们，一起看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顶级的莫西沙啊！这个料子其实没有打灯的一个情况下，大家能知道它是一块百万级别的料子吗？就首先我们不打灯啊，只能说，哎，这个料子皮革还可以。但是兄弟们马上就会震惊到大家的眼睛啊！来，兄弟们，哇，压灯，整一个纱间底印的感觉已经完全出来了啊！这底妆栏位也特别足，是吧？这栏杆位看到没有？嗯啊。那什么是蓝杠位啊，兄弟们？就是说蓝色它在光谱中它的波长是最长的。你看像天空的蓝色，海洋的蓝色，它为什么就是我们能看到蓝啊，就是因为蓝色它的这个光波是最长的。就是说它压灯之后，它的这个蓝色的这个光谱它能够反射得出来啊，它的杠位弄出得来，然后整一个这个蓝光啊能够到达我们的一个视觉系统。所以说我们才能看得到蓝杠位。蓝杠位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啊，只有种很老很老的翡翠，它才能把这个灯光吸得进去，然后它才能扩散，然后才能出得来这种蓝光，这种蓝杠位啊。就莫西沙瓦能达到这种级别，就是给我两个字的一个感觉，就是沙尖底印，尖和硬啊，就是我们讲的杠特别硬的一个感觉。我讲过市面上所有的翡翠，兄弟们，就是低中端的一个料子，就糯种左右的料子占了90%以上，真正像这种能达到高冰玻璃底玻璃种的料子非常非常少，是吧？保有量也少，就是矿区每天开采几亿吨，是吧？但是真正出来的好货可能只有几千斤，懂我意思吧？啊，那很夸张的一个比例了啊！但是这个料子真的，兄弟们，完全无可挑剔，这个料子底子一定会特别特别干净纯，擦开完全的一个底妆蓝位特别足，然后有兰花，这个料子，莫西沙嘛，这种料子擦开兰花是稳稳的有。是吧？这边有手镯位，一条手镯其实能够达到百万级别，啊！喂，陈哥，这个中水可以了吗？可以了嘛，小子，你是懂货了的，你看一看就是个玻璃质地，玻璃那光感，哎，对，完全是那种玻璃质地的一个光感啊！哎，对呀，啊，对，嗯，不然我也不会收藏它。哎呦，陈哥，嗯，要给个金金价了，你说嘛，给多少嘛？又要我给价啊？对，之前给的那个价格怎么说嘛？那个价格还是有点低，有点低。还，我也是爽快，嗯，你也爽快，嗯，一乘一，你说嘛，最高你能看到多少？最高我要不然就扣价了，成功我也不给你拉拉扯扯了吧？哎，对，你后面你还那么多料子。对吧？啊，我两个那么好彩，哎，真的以后多多合作，成功。哎，啊，对，一百，嗯，加不起了，加不得了，陈哥，妹妹，老天，高哥喽！啊，今天我高兴，陈哥，啊，谢谢，陈哥，哎，好，今天难得啊，难得，没有，兄弟们，成功拿下啊！一个木纳，一个莫西沙，真正翡翠界的硬通货，不接受任何反驳啊！然后这两个料子呢，就是这个磨也磨了几天了。是吧？这个我们也看了几次了。今天两块一起，通通拿下，一块天空蓝，一块真正的玻璃级别的莫西沙，啊，真的感谢陈哥。妹，你看像那块料子啊，要说是哪天我不来啊，你应该就把它切掉了，我就切掉了，有可能切掉了。对，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讲究个缘分的啊、哎。对，一个是缘分，还有一个是我看不到一面呢、啊。嗯，是的，是的。你说，所以说，你看我也讲过，那块料子就可以看看上期视频啊。假如说那块料子，你说陈哥有黄金桶，能看得到里面有什么，那早被陈哥切了。哎，对对。是吧？就谁也看不到它里面到底有什么翡翠岩石，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魅力。所以说你也算是真的也算是缘分、啊、主要是缘分、啊、那谢谢了谢谢了陈哥、那这个欠的话你给我两天时间我准备哈、啊、可以然后你那两块色料哦哥们我色料你也看到啊那必须看到啊那个是我收藏着呢收藏着呢收藏着一般人我都不够看到、啊、色料是到时候我过来来、哎，好吧，哥，说我带到钱来，是吧，陈哥？刚刚把钱快点钱拿过来。慢慢谈，慢慢谈，嗯嗯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吧，兄弟们，那咱们今天视频就先记录到这里。这两块翡翠，大家觉得怎么样？种水各个方面啊，就欢迎打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高品质天空蓝，哎，高种水的墨西沙料子，那欢迎加小智的这个微信。我们下期再见啊，拜拜。